为了应对人工智能的威胁，人类的奥维尔号准备了一个大杀器，而这也是人类在宇宙中最扬眉吐气的一战。只见数百艘凯龙战舰从量子空间瞬移出现，它们的数量远超人类战舰，而被重重包围的奥维尔号此刻就像待宰的蚂蚁一般，尽管有联盟战舰散成莲花一般保护，可是奥维尔号还是被很快击中。就在这时，奥维尔号的超级武器准备好了，艾德舰长随即下令，只见奥维尔号的鸡蛋样的仪器红光不断闪烁，冲击波瞬间横扫扩散，无数凯龙战舰天女散花一般爆开，奥维尔号的人都震惊了，曾经不可一世的凯龙战舰碎片就这么飘荡在奥维尔号外，无数残骸仿佛在述说着这个超级武器的威力。指挥长随即代表行星联盟理事会决定建立更大的量子武器阵列，作为威慑凯龙人使用，而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最好的方式。而艾德舰长却质疑，如果凯龙星不在意我们的威慑怎么办？指挥官确认，那我们将再次使用这个武器，让他们知道我们的立场。现在我们就去凯龙星进行谈判。战舰很快到达凯龙星，五艘凯龙战舰迎面而来，而凯利确认超级武器充能已经完毕。指挥长告诉对面战舰说，我们为了和平而来，请接通你们最高首领的通讯。可是凯龙人回应方式很直接，一发激光炮刷的一下就打了过来。艾德舰长随即下令启动武器，随着武器闪耀的暗红光芒，冲击波再次瞬间扩散，五艘凯龙战舰瞬间毁灭。随后艾德舰长下令前往凯龙星，神挡杀神，佛挡杀佛，这可能是人类在有史以来最嚣张的一次了。无数凯龙战舰包围奥维尔号，却根本不敢再发动进攻。随后奥维尔号接到了凯龙首领发来的坐标，他们同意见面谈判了。这是挨了打知道疼了。随即艾德舰长命令前往凯龙星进行会面。奥维尔号第二次来到凯龙星，可是望着眼下的宏伟建筑，感受却不再相同。上次是诚惶诚恐，而这次却是有恃无恐。底气往往源自实力。战舰很快降落，艾德舰长被再次接入会客厅，而凯龙首领早已等待多时。随后凯龙首领询问，请说出你们来此的意图。指挥官也不拐弯抹角，我们为了和平而来，结束你们灭绝碳基生物的企图，而我们将在你们的星球设立监测站。可是凯龙首领却质疑说，你这是要奴役我们。面对指挥官对于和平的解释，凯龙首领却问他们如何保证不是奴役。艾德随即解释，我们原本可以像拍死蚂蚁一样碾压你们，但是我们没有这么做。指挥长跟着解释，因为我们相信仁慈有着无上的力量，而你们和我们都没有选择的机会，相信人类或者被人类毁灭，只能二选一。 It's a simple binary decision.